本视频来看一下女士的整貂外套啊，都是短款的。第一件是一个爆款，网络上的网红款啊，看看这个毛质是非常好的，都是进口短二毛，用的是银蓝本色。然后毛领上面的话用的是本咖色，然后同款还有这个颜色。身体一样，就是毛领的颜色跟门襟的颜色换了一下。这种的话现在是特价啊，原先卖的比较贵啊，因为现在已经去年的款了，所以今年卖的便宜一些。毛质都是非常好的，一样的品质，一样的货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款，这个款的话也算是一个网络爆款，但是这个毛质比较差啊，当然价位就要便宜。这个算是短一毛吧，其实比短一还要微微差一点，比国产的好一些。然后这个是今年新开发的咖本色的，品质还都是非常好的啊，也是进口短二毛的，这是高品质的啊，就前面那一件稍微品质差一点，其他都是好的。看看这个品质，保暖性、拼接、做工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个也是新款，一个小短款，大概60公分吧，有这个颜色，也有本咖色、黑色都可以做，其中这个本白色也叫珍珠白的是最贵的，然后咖色、黑色要便宜点，银蓝的话比这个稍微便宜点，比另外两个要贵一些啊。非常简单的一个款，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 V 领的纽扣款，这个版型大，用料比较费，所以价位也不是非常的便宜。不过买貂嘛，看现货还是定制的稍微贵一点，因为今年的貂毛贵，去年上半年或者说是上半年剩下来的就要稍微便宜一些啊。看看这种拎起来的效果，就看到这个毛质非常好，有一种切带钢的感觉啊。这个也一样，也是阔版的 V 领时尚版，小粉色啊，适合年轻人穿。看看这个毛质也是进口短二毛的，我们家基本上做的大部分都是短二毛比较高品质的这些，除非是网上面有些直播客户需要做一些差的，因为他们直播价格高到卖不掉，所以说专门做了一些短衣，甚至比短衣更差的一些毛。然后这个的话，说实话是就是去年卖剩下来的，是一个爆款，所以今年就非常便宜的卖的啊，这个成本价都不到卖了，因为做的库存量比较大，还剩了不少。好了，今天的短款整貂大衣就看到这里吧。